若要屏蔽娱乐圈的时尚宠儿，李宇春一定名列前茅。大牌代言接到手软，各种大使称号也有不少，时装周更是频现她的身影，更别说机场私服了，随便一穿就是时尚 icon 的水准了。也怪不得品牌就爱跟她合作，昨个服装品牌在上海举办了大秀，李宇春、王一博等都一身潮服，现场为活动展台吆喝。既然是时尚活动，当然要跟咱们春春聊聊她心目中的时尚潮流了。比如说机场私服到底要怎么穿才能好看的一点都不费力呢？再比如说，既然大家都喜欢他的穿搭，那有没有可能考虑跨行设计一点东西跟大家分享嘞？我觉得时尚就是，其实时尚的潮流一直在变，然后大家不断去追求新的东西，然后又不断的去抛弃这些东西。但是我觉得风格这个东西会是一直在自己自身的，所以我觉得不管潮流如何变，穿出自己的风格，找到自己的风格是最重要的。机场方面，其实我自己会比较喜欢简单和随意一点的。会选择一些自己的私服，我是挺感兴趣的，因为就是创作的方面，不管是什么样的载体，音乐也好，仪式也好，或者是服装方面的东西，而且通过这样的一些尝试，跨界的尝试，我感觉到会更加的有信心，所以应该会有这方面一些新的尝试吧。做得再好，时尚对咱们春春来说也算是副业，主业还得是唱歌了。之前就听说年内会发新专辑，离2017结束已经不到100天了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新专辑到底准备什么阶段？今年还能不能发出来了？粉丝们可都等着呢。今年会发行自己的最新专辑，今年应该也就剩2-3个月了吧，所以就应该还快了。因为我最近还有一首歌曲还在改，所以对，还有一首歌曲在改，应该快了。这张专辑应该说是我自己参与最多的一张专辑，然后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，大家会听到整张都有我自己的创作，应该是表达东西挺多的。真娱乐期待新歌，上海报道。这世界很酷。